爸，叔叔妈赐给你的。赐给我干什么？人都不看看现在几点，还敢回来？嘘，小点声，别把你妈吵醒了。你还不知道怕呢？嘘，晚点回来怎么了？切，你这么晚回来到底干嘛去了？就你这两个稀奇动物，谁稀罕啊？那不是还有别的吗？我都有一大堆手办了，都玩腻了，不稀罕。今天这两个小家伙咋不好哄呢？买个娃娃来晚了。爸，你还是别费劲了吧，今天是妈安排我们来守你的。对呀，你还是赶紧跪键盘吧。还好我有绝招，你们不是想要一个大娃娃吗？晚点回来怎么了？我要！对嘛，这才是爸爸的小心肝嘛！拿去！谢谢爸爸，我们走了。去吧！武器，你大晚上梦游了吗？你吓我一跳。爸，第一关很好过嘛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妈都算准了。都在他掌握之中。爹，你不是要棒棒糖吗？噔噔噔噔！不需要，今天我妈已经给我买了最喜欢的玩具。就几个玩具就想过去吗？武器，爸已经尽力了。长来了不就完事儿了？武器，省着点用。这可是爸攒了很久的，我这里你就过了，妈那里就没那么容易过了。你妈那里，老婆，我回来啦。几点了？还敢回来？买个包包来晚了。你什么时候把我最喜欢的包包买回来了？这不是发工资了吗？啊，老公，你饿了吗？我现在去给你做饭。做什么饭呢？你就不能点点外卖吃吗？啊，老公。发奖金啦！啊，老婆，我马上就给你点外卖，马上给你去买洗头水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爸，你笑什么？又做白日梦了？武器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！走了就别回来了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谁怕谁呀？爸，你别走。爸，我不想让你走。爸爸走了，你要听两个姐姐的话。要好好吃饭，好好写作业。你走了我就没爸爸了。你走了我们以后欺负谁呀？行吧，我还是走吧。你给我站住，没完了。妈妈生气了你就去哄哄她呀，拿点私房钱出来哄哄她呗。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没出息。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回去跟我妈道歉去。站住！又怎么了？妈在你睡的那一个房间。音乐起转，音乐停，抢座位，最终胜出者不用搞卫生，听懂了吗？嗯，准备。我没听，我没听。听。淘三淘汰，决赛。恐龙扛啷扛啷扛，恐龙扛啷扛啷扛，恐龙。听。我宣布，唐老六胜。小五了？放屁！我才是，胡说！我妈咪明明在陪我看电视，她是假冒的，我才是真的。根据呢？我知道你爱吃芒果，这大家都知道好吗？你还喜欢《斗罗大陆》手办？切！奥斯卡叔叔也知道啊。我问你个问题吧。你问。你会让五头吃棒冰吗？不会。宝贝，爆牌户都走了。闭嘴！你才是爆牌户。哇哦！嗯。哦、武器，吃苹果呀？是啊。给我吃一口呗。走开！玉柔柔，苹果也给我吃一口呗。我就这一个了，走开。就一个苹果了，是你吃的吗？吃一个又怎么了？每天啥也不做，就知道吃。想吃也不是不可以。真的，去
去把饭做了，地拖了，衣服洗了。好。那个苹果呢？我吃了呀。你不是说让我吃的吗？算了嘛。What the fuck？ 我要去他梦里救他，唐舞桐。我们还在梦里，先躲避青蛙的追击，然后再想办法逃出去。好的，妈咪。好。看见了，窗帘都是拉上的，他不可能从外面看到我。不好，有监控，梧桐，快跑！这里安全了。我们不是监控，那会是、我知道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玩了。你要干嘛？放开我！动不了了吧？现在我就去把你的私房钱都拿走。不要拿我的钱，你想干嘛都可以。就要拿。文骨技，换位。就要拿是不是？不是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想干嘛？救我！拿钱走神。好嘞，我们一起的家伙。别！我以后再也不拿你的私房钱了。家伙我也全包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该用哪个挠他脚心呢？如果你敢说出去，他死！怎么了？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头发？在这里呀！逃跑！哎呦我的妈！下次你考90分，我就带你去。妈妈，你看我考了95分，梧桐真棒。哎，知道了，先把碗洗了，改天带你去。这一次不会骗我了吧？妈妈，今天周末。妈妈好困，以后带你去。下次你考90分，我就带你去。先把碗洗了，改天带你去。是哪次？肯定是哪天？以后是永久。太过分了！我帮你。哼！你们想造反呢？说，你让我说啥？答应梧桐去亲子乐园。会有什么好事做不到？什么做不到？我票都买好了。啊？亲子乐园。你要干嘛？搞定！妈怎么还在生气啊？是不是因为你没写作业？好像是。写完了。这下你妈应该不发火了。还发火？不会是爸爸私房钱被发现了吧？不会啊，我藏得很好。梧桐，是不是你啊？吃了点零食，不至于啊。妈，你干嘛？有啥说啥。别动手。你们知道我发火了？我太火大了。
究竟怎么了？大麻将竟然三缺一！原来是这样啊！饶饶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过分了？我的作业全没了！干嘛呢，柔柔阿姨？帮你擦作业啊！今天老师检查作业，老师点名批评了。还有我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武藤在楼下跟别的小朋友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哼！大清早的骗我下去，结果武藤根本没打架。你们别冤枉我，小心我告你们诽谤！诽谤？你的意思是我眼睛坏了？三哥，小五发现你藏私房钱的地方了。三哥，好好解释，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哎，啊，给你交代了哈。你是谁？妈咪，掉了不能吃吧？笨，女孩不能吃，女人不能吃，谁能吃？白白能吃。答对了，走。我去，这个那个不能吃，为啥呀？这根掉地上了。你是这个、这不是刚才小五给我带的吗？吐出来，你给我吐出来。奥斯卡叔叔，你有没有吃到特别的味道？好吃的味道？有没有感觉有灰的味道？这狗怎么会有灰的味道？该不会不好，发现了。不怪我，自己抢的。老板没洗干净吗？但还嫌不干净，不就吃你一根烤肠吗？没事，那根是掉地上的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。